陪老板吃饭后，他竟然偷袭了我。喂呀！啊，假期这几天、玩得开心吗？有你陪着当然开心呀。那你、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呀？有啊。那个，你要是想上厕所，你先去吧。不是，你怎么急了呀？哎呦！就我知道，快赶紧走。啊！走走走，不是。老板，老板，你怎么生气了？放开，不用你脏手碰我。啊？不脏啊？哎呦，老板，哎呦，不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天太晚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好吧。刘洋，你能快点吗？哎呦，来了来了。来了啊！你买蛋糕干嘛呀？刚才看你在蛋糕店门口站了半天，肯定是想吃蛋糕了吧？啊，所以我就给你买了一个小蛋糕。刘洋，你也太好了吧！哎呦，不就是个蛋糕吗？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过过一次生日了。啊？过生日嘛，就得开开心心的，是吧？所以许个愿吧。你许的什么愿望呀？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哎呀，不过、我现在就要用成。被老板误会后，我决定干大事。哎，我跟他现在应该在一起了吧？哎，人呢？不对呀、他不可能迟到了呀。怎么上哪去？手机在这儿呢，哥。哎，刘洋，哎，找我吗？给你送早饭来。哇，你也太好了吧！哈哈，快吃吧，啊。哎，拿我手机干啥？呀，哎，刚刚给你打电话来。你怎么了？又头疼了？公司的竞标资料是不是你泄露的？你怀疑我？我在你心里面是这样的人吗？既然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老白他也负责这个项目，你怎么不去怀疑他呀？不可能是他从创业的时候就一直跟着他。好，好，说白了，你就是相信他，不相信我呗，对不对？刘洋，只要你道个歉，我就当做这一切没发生。我说了，不是我，我真没想到，相处了这么久，我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。老白，这个你应该不陌生吧？啊，这啥？我没见过。哦，哎，也是，都干了那么多次了，是谁家你应该也记不住了吧？哈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想入伙？这样，下一家咱们一起做，五五分，怎么样？我啊，我不要钱啊。对呀，老板竟然当众对我服软了。你来了。啊。糊口啊！泄露机密的是老白，不是你，我已经把他开了。哦，干嘛？有什么事吗？没事了，你忙吧。干嘛呀，这个人？老板，那明明在给你台阶下呀、你怎么不顺势下了呀？啊？错的是他，什么叫给我台阶下？怎么着？你是想让老板给你低头认错啊？那倒不用，就是给我跪下就行。啥？听不听你的？咱们退一步，退一步啊！再说一遍，是他的错。哎，你大三那个电脑是我偷的？开玩笑，怎么可能？你看是吧？你相信我，因为咱俩是好兄弟。老板相信老白，因为他们俩是好搭档啊。那他也不能怀疑我呀。你想想，项目总共就你们两个人在那负责啊，没别人了呀。那我不管，反正他的错。哎呦，老夫老妻的，谁跟他老夫老妻？呀，我先吃饭去了啊，你慢走，你慢走啊。老白的工作你接手吧。哎呀，别的我自己尽心尽力，清楚得很。这个位置还是老孙来接手吧。别不识抬举。你要是要补偿我，没必要这么麻烦呀。行。你还想怎样？你只需要……哎呀，算了。哎，你是老板，你没必要讨好我啊。那你会离开吗？
你给的薪水还可以哈。那你的意思是不会离开了？哎呦妈呀！哎，嗯，谁啊？路啊！哎呀！把他摔倒了，请他拉我一下。被老板强行失身了。你还是自己起来吧啊！哎呀，你说吧，锁我都换了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狗蛋不开了吗？狗蛋现在离这边40多公里呢，啊！你别生气了。我们还是划清界限的好啊！你是老板，我是员工，仅此而已。哎呀，我错了，我道歉行吗？有这，对不起。你这是道歉还是默哀呀？哎呀，我不管，反正我都道歉了，你必须原谅我。234824，我只是个备胎，哪能跟您谈原谅呀？啊，嗯，那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啊，对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。哎哎，别误会，你的戒指落我家里了。搞得跟我在这养殖产品啊！我啊！哎呀，肯定他搞的，我倒要看看你那什么。来来来，上来！还真是被你逼死。他这个以后能不能不要再凶他了？不能，我又不行。他这跟谁说话呢？哎呦！牧羊，你下来了。哎，你你看什么呢？你怎么搞的你啊？怎么又露水了？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本来想自己搓一下的，结果他又……以后这样的事哈，别自己闹，危险。你是在关心我吗？哎，你别多想哈，我是怕你把楼层凿穿了，砸着我。你哎。